Welcome, Jeanette Lee. Welcome. 我们都知道啊，嗯，珍妮特里其实，在昨天的比拼当中呢，其实打得相当的不错，只是最后呢，以一分之差惜败于小婷。那么今天呢，她将要面对一个新的对手刘莎莎。我们来问一下，她做好准备了吗 ？Actually, you did a wonderful job last night, and finally you just lose one point from 小婷. And today you will face a new opponent, Shasha. Yeah. So what kind of preparation did you make for today's match? You know, in my experience, the most powerful preparation is just making sure that you're rested, that your mind is calm, and you start thinking about what you play like when you're playing your best pools. So I'm just focused on, you know, positive thinking, and I'm just going to work hard, maybe take a little bit more time thinking things out. But aside from that, I hope we have a great match. Thank you. Good luck tonight. 那么我相信呢，刚刚珍妮特呢已经用自己的这种霸气和自信向我们展现了她今天这个想赢取比赛的这种信心。那么我们再次呢用掌声来给珍妮特里加油鼓劲儿。好，那我们也请珍妮特里呢先做好准备。下面我们热烈的掌声有请莎莎登卡。 好，两度的世锦赛的冠军刘莎莎呢，已经是来到了我们面前。莎莎虽然昨天的比赛失利了，但是我们觉得你今天的状态呢调整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呢是格外的这个妩媚中呢带着一种英气。之前我们昨天的这个节目中呢，珍妮特里的这个带球灌篮啊，还有这个潘晓婷的这个歌舞串烧，已经是火爆了这个网络了。不知道你今天带来了什么样的才艺来挑战你的小婷姐？ 我今天也是带来一段舞蹈，带来一小段迈克杰克逊的一个经典的舞步。哇，好有难度啊！啊，对，然后在家练也是练了不到一个星期，所以跳的不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涵。哎，观众朋友，现在想不想马上看到？好，一起来看。 You know you want me. <音>哇，这个舞跳的实在是太棒了！我觉得莎莎的这个球打得好，舞跳的同样是棒啊。如果是参加舞蹈比赛的话，莎莎也是冠军，大家说是不是啊？好的，我们言归正传，您现在收看的是 CCTV 第4届贺岁杯世界女子九球争霸赛的比赛直播。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赶快请出今天参加冠军争夺的两位选手当中的第一位中国女子九球界的领军人物潘晓婷，有请。 小婷，再次欢迎你。欢迎小婷。
在昨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透露了啊，今天呢会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奖项要颁给一位神秘的人物。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奖项呢？又是要颁给谁呢？哎，我们的美女导播已经把这个奖杯拿上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哦，非常精美的水晶奖杯啊，啊，这个奖杯啊是最佳贡献奖，我们把这个奖杯颁给潘晓婷。其实大家可能有所不知，潘晓婷呢已经是第四次连续的参加到我们这个九球贺岁杯当中来了。那么前三次呢都是在这个爸爸妈妈的陪伴之下来的，但是今年妈妈的身体不太好，所以呢妈妈不能前来陪你一起过年。但是晓婷为了给所有的球迷朋友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奉献上一场最精彩、最高水平的比赛，可以说她放弃了自己的小家。是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奖项既是颁给晓婷你的，也是颁给电视机前的婷爸爸、婷妈妈的。晓婷昨天也说过啊，在这个比赛中呢，爸爸妈妈会始终啊在电视中呢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我想现在呢，你可以和远在千里之外的爸爸和妈妈说一点你的心里话，说一说你的年话。怎么说呢？其实我本来父母也是做好了跟我一起来北京的这样的一个打算，但是年前妈妈做了一个手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恢复，然后长途跋涉的跟我来到北京，所以非常遗憾，但是也感谢有这么多的现场的朋友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陪我一起过年。然后来比赛之前我也刚刚跟父母打了电话，他们也一直守在电视机前看我等一下的表现，所以希望等一下不会让他们失望，也希望我的妈妈早日康复，希望父母身体健康，希望全天下的父母都可以跟孩子们有一个快乐的新年。这样，晓婷，我相信此时此刻爸爸妈妈正在观看你的节目，那么能不能以你的视角、以你的方式直接的对爸爸妈妈说几句话？我希望我们家的小老头小老太身体健康，然后我也希望我可以以后的每一年都陪在你们身边过春节，今年应该是一个特例，所以请原谅我今年没有办法陪你们，但是我会继续努力，我希望今后的每一年，特别是今年，我一定要抽出更多的时间带你们去旅行，然后多陪在你们身边。好的，我们感谢晓婷为我们中国九球事业的推广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祝愿婷妈妈能够早日康复。好，请晓婷做好比赛准备。好，收拾一下心情，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晓婷。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今天参加冠军争夺的第二位选手，他就是享有奥地利猎豹的欧思纯。Welcome Jasmine Austin。Okay, ready? Three, two, one, go.刘莎莎 first.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为您带来的是2016年贺岁杯女子九球争霸赛的决赛。这场比赛呢是
三四名的比赛啊。这场比赛呢是在刘莎莎和珍妮特里之间进行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欣赏比赛，今天呢我们是请来了国家九球队的优秀选手韩浩翔担任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浩翔你好。江毅老师好。刘莎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昨天的比赛中呢，刘莎莎是出人意料的输给了欧子春啊，而珍妮特里呢是和潘晓婷呢打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啊，最终是一分之差惜败。嗯，今天的赛制依然是采用限时抢九的赛制。莎莎的冲球，你看一号球好像还是似乎是被七号球咬住了一点点。嗯，还可以进攻。莎莎也是非常要强的一个女孩子啊，在昨天比赛失利之后啊，跟我说：“哎呀，这个状态没有调整好。”嗯，加上运气稍微有点差啊，这一上来以后呢，大比分落后，后来着急追分啊，追得有点急，嗯，以至于这个比分呢越落后越多。嗯，输了比赛以后，觉得这个第一次参加后这个贺岁杯嘛。是很有点这个对不起自己的球迷，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好好想了想战术，一定要打出非常好看的球来。嗯，希望莎莎今天能开一个好头。嗯，目前看第一局的局面不错，五号球一个定杆，注意七号球稍微要留出一点点的角度。低杆右塞，点一下就可以，注意控制力道。这种限时抢九的这个比赛啊，其实对开局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嗯，我们看昨天的两场比赛比分分别是5-4和7-2，嗯，刚好都是打了九盘。嗯，珍妮特里的这个球风啊，就是非常的犀利啊，非常的酷爱进攻。嗯，没错，崇尚进攻。嗯，所以他的球呢，观赏性也是特别强。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全世界拥有着这么多的粉丝，这么多的球迷。嗯，没错，这颗球打一个可以打一个推杆的两库。就说今年啊，很多的这个，这两天啊，我看了看这个网上的评论啊，都是说确实今年的比赛，央视安排的非常的好啊，非常的这个科学，这个把世界上确实是最，不仅是技术上最顶尖的，而且呢是风格上，就是这个特别鲜明的四位选手啊，集中到一起来打这个四位女子的高手，嗯，最顶尖的高手啊，所以呢这个比赛是显得格外的好看。哦，这个失误可能更多的精力是放在了控白球上，因为这颗球白球并不好控。
因为下方有两颗球是五号球和七号球，不仅要薄进二号，还要注意闪过五号和七号，所以在这种既要兼顾准度也要兼顾走位的这种击打中，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现在是莎莎的机会，希望莎莎能好好把握。角度虽然大一点，但是挺好的。这个我是觉得打九球啊，最怕直球，只要不是直球，总会有办法。啊，是。这一颗球现在这一盘难点在于四号做五号。力道稍微重了一点点，不过还可以接受。四号推杆进攻左下方的底带，但是注意力道不要太重。那这种球可以稍稍的下一点左塞，目的是，目的是尽量能让五号球有一个更好的进攻的角度。那我们看莎莎的选择是做左边的底带，做五号球左边的底带啊，因为刚才我没有看清楚啊，这面看来是能过，既然这么选，不知道到底是可不可以过，是不是也会考虑一下滑垒？对，先碰一下这个袋口前头的这个桌库边，是滑垒滑进，是。因为莎莎既然选择这样去布局，就证明她一定事先是看过，就是五号的左下方底带是有下球的。这颗球力道又稍微重了一点，也是比较薄的七号球啊。这种球要首先要保证打进。这总是磕磕绊绊，但是我们看感觉好像今天的速度好像比昨天似乎稍微快了一点，就是台步的速度。对，几次都是走多了。都是走多了，所以这一颗球还要中带还是要准度的，而且尽量把母球控制在台面的下方，尽量让母球能够贴库。哦，漂亮，准进。又莎莎的 break。看这一局开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一号球可以直接去进攻。但是好像这一颗球稍稍的有一点点后斯诺。这一颗球莎莎
要在保证准度的同时，那我们看莎莎没有选择拼薄球，而是选择了一杆防守。我们看这一颗球形成了一个吊球，珍妮特里需要解两库。发。结果没有解到，莎莎又是获得了自由球的机会。我们看这一盘球，最重要的是五号球做六号球。因为六号球只能进攻左下角的底带，所以我们在看莎莎做五号球的时候，要保证留出角度，能够去吃两库或者横台，做到六号球的左下方底带。这也是这一盘球最关键的一步。看莎莎留了一个不错的角度，可以稍稍打一个推杆下一点右塞，横台吃两库，做六号球的同一个带。来回跑路啊！都是属于六座七号，也是大范围的走位。长途。不要叫得太直啊！好的。这一颗球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低杆左塞横台回来，第二个方案就是推杆右塞走三颗星。我们看莎莎是选择了第二个方案。应该是在火力范围之内啊。是。看莎莎也是今天格外的谨慎。好球。再来吧。Break four. Jeanette break. 哎，没有球进哦，这珍妮特里感觉这个冲球的运气不是很好啊。其实每颗球都是在带口逛了一下，不过好就好在这个一号球是不是没有直接的下球点？我们再看一下。不能直接进攻，莎莎要选择解球或者推杆。
是不是想解正？他可能是想解到一号球将近的整颗的位置。白球停到七号球后面。差不多吧。但这个球他解的力量太轻了。这样给珍妮特里做了，给放了一个特别好的，做吊球的机会啊。但是进攻是不是也可以看看这线路？也可以。可以。但这一盘难点还是比较多。四号球也是比较关键的一颗，看看这个球，可能珍妮特里要下一个中低杆去做四号球右边的中带。我们看珍妮特里选择了更为保险的打法，吊球了。因为这一颗球五号没有，五号很难去直接进攻，所以珍妮特里干脆就选择了一个防守，等待下一次机会。看这个球，莎莎要解两库。好，那这样，五号球还是没有获得特别好的机会吧？就是五号球，这九号球下头能不能过？没看清楚啊。不知道滑垒可不可以过。如果要是做五号球做右下方底带的话，那就需要将母球控制在大概现在三号球的这个位置上。留一个反角度。我们看珍妮特里将母球摆到这个位置，是不是要选择继续防守呢？看这种局面，就是解决的方法其实很多，但是每一种都不是很容易，所以珍妮特里也是陷入了长考。他这一次可以停这球。对。就力量还是稍微重了一点。看不知道五号可不可以滑垒滑进，如果不可以的话，也不用勉强，可以轻轻地把五号打走，然后母球停到八号球的后面。
形成一个好机会防守。如果进攻的话，两颗球离得比较近啊。嗯。特别近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瞄准的感觉。嗯。这一杆没有控制好力道和线路啊。嗯。莎莎在瞄五九的组合球。对。九球比赛中呢，这个如果能够在自己依次打这个号码的过程中啊，如果能有机会把这个九号球碰进也是可以的。好球！哦，4-0的大比。那这一杆开球运气不好，被其他的球碰进了中袋，啊，是被七号球碰进了中袋。当然还有点小难点啊。嗯，五号和八号。看这一颗球，珍妮特里可以打进一号，然后三号留出一个角度，然后吃两库去 K 一下八号。嗯，但是现在他摆在这个位置。嗯，珍妮特里另有想法，把这个打开。这个局面直接没扣了，嗯，变成一个开放型的局面。这一颗莎莎如果进行一杆防守的话，如果控制好的话，是可以进行一个很成功的防守的。莎莎可以打一个中低杆的左塞，然后母球往五号和八号的方向跑。嗯，来了。因为这个中间的障碍比较多啊，总是有一颗球会可以挡到啊。珍妮特里可以选择一库解右边的中袋，看看可不可以把一号球解进。这主要是三号球把这个最佳的位置给挡住了。嗯。哦，那这又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是。已经是开放球局了。我这一杆力量稍微有一点轻了，还好这个球可以钝杆一库出来。
那刚才这一颗球，莎莎的力量还是稍微轻了一点。嗯，这颗球五号做六号，其实，可以跑两颗星会更好一点。现在局面就比较简单了，走到这儿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嗯，这个位置较直了也不怕。对。哦，这样5-0的一个大比分啊，在限时抢分的比赛中，这个领先优势已经是非常大了。嗯。这个。跟昨天正好反过来了，是。今天 Jeanette break。看这一局局面还是不错的，一号球可以直接进攻，但是这个球难点在于，就是为了做二号球的话，一号球打一号球的时候要稍微的轻一点啊，捏着点打。对，啊，可以停了。嗯。这颗球还是应该选择中低杆一库出来。好球。嗯，四号尽量做成直球是最理想的。哦，留一个反角。嗯，可以推杆两库。七号球注意二分法。嗯，好，没问题。好的，可以扳回一分。有球进袋，看一号球好像被吃住了。嗯，下球线路。这颗球要想办法去防守。看这颗防守也并不容易，可以选择轻轻打。母球藏到三号的后边，但是这种方法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的。
哎呀，果然。刚才那一颗球，感觉好像没有特别合适的防守的线路。其实刚才，莎莎可以选择一个推杆，就是也不一定说是要，因为可以看到一号球就一定去选择防守。就是我们在可以看到一号球，但是没有特别理想的防守线路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推杆。这一颗球解一库要注意，要解得非常的准，要避免先碰到二号球。结果莎莎可能是因为怕碰到二号球，所以解薄了一点，结果没有解到。但证明二号就是有的啊。三号球要注意留出一点角度。然后四号球做右下方的底带也要尽量做的越直越好。对，我们看这个角度就稍稍有一点尴尬。因为如果做直球的话就顺推下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可能珍妮特里就要选择做六号球的右下方的底带。肯定是左下方更好下嘛。对，因为如果做右下方的话，那个做球的面会相对的小一点。小面球。而且现在这个角度又比较大。对，够准。漂亮漂亮，稍微他下了一点点的左塞，为了从七号球的右边闪过。这样解决了所有的难点。还有最后留了一个小考。但是这种球还好了。职业九球选手来讲这个不算太难。哦，这样已经是又追回两分。漂亮啊，这下打得非常快。Rack eight, Jeanette to break. 要好好的规划一下了。这颗不能直接进攻，还是要选择防守了。可以轻轻的薄球，把一号球往五号球那边薄，然后母球吃两库下来，往九号球和
三号球的方向躲。按珍妮特里的这个打法，应该是想让母球定在那边，然后一号下来。这两种方法都可以，但是这个效果还可以更好，是不够成功啊。嗯，留了一个远距离的可以进攻的一个角度。就是刚才浩翔你说的那个线路，白球下来之后呢，即便是坐不住的话，也不会有危险。嗯，对，因为我们刚才我说的那个方法就是一号球薄球往五号球的方向去薄，尽量能借助五号球能停在那个五号球现在的位置，因为那个位置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区域，即便是掉不到球的话也是安全球。对，现在这个位置哈，至少是给刘莎莎一个进攻的机会，而且莎莎还抓住了。是，这一颗球可能莎莎要选择一个二四的组合球。这颗球看似简单，但是也要小心，因为四号球没有绝对的在带口。啊，漂亮，传进，并且是有机会继续进攻。这个局面已经比较明朗了。相对有点薄的角度啊，还要把三号球叫好。三号球应该是会叫同一个带。这个位置不是很理想，太直了，并且母球离库边也太近了，因为五号球在台面上方的库边的中间。如果太直的话，就会影响五号球的走位。我们看这一颗球，莎莎会怎么样去处理？是要先打进三号，再用五号防守吗？莎莎选择了强行去叫位，结果在抬高后把抬高后杆的情况下出现了失误，丢失准度了啊。对，因为在抬后杆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失误的，因为我们在扎杆的时候会抬后杆，为了让它出让母球出现赛的效果，以出现一个弧线的效果。所以我们在抬后杆的时候，如果稍微没有打准的话，那个曲线，也就是那个母球的行进中的偏差，就会成倍的放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打，就是我们所说的后斯诺的球的时候，非常容易失误的一个原因。再有就是我们在抬高后杆的时候，我们的目光，瞄球的目光就从平视变成了俯视。在俯视的时候，本来在平视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同时看到目标球和母球的，但是在俯视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前方就只剩下了母球，所以瞄准就增加了难度，丢准度了。好，这就是珍妮特里连续拿下的第三分。
这个虽然有球进袋，但是一号球的位置不理想。嗯，看要不要进行一个推杆。 轻轻地把母球往左推一点，放到二号和九号的中间，还是想过。那莎莎如果要是这样打的话，应该是可以过，可以直接打到一号球。 我们看莎莎这颗球，他应该是想利用五号球进行一个吊球，但是这种球就不好打，因为五号球离库边距离比较远，所以就不好控制，控制的面积不大。嗯。哎，这一颗球，珍妮特里的力道也是有点重了。 需要低杆拉回来，调回来了这个母球的位置。然后接下来的难点就是五号球做六号球。你看三号球的位置似乎是太直了。 因为越直的角度，因为九球的洞口还是相对的大一点，越直的角度，因为，打法就越多，所以有时候反而就会比较纠结一点，就是应该怎么去选择。啊，你直球的只有这个高杆低杆了。嗯，因为我们打直球的时候，其实在尤其在九球带口，我们可以打出就是所谓的片带的效果，就是为了母球的走位可以，就偷，偷一点位。 所以，在可以偷位的时候，选择就会增多。嗯，选择在增多的时候，反而会比较纠结。推底带。 嗯，好球。看来这个李啊是慢热型选手啊。嗯。之前跟小婷的比赛也是啊。对。先开始落后，慢慢的往回追。这两个人各打几局好球。是。哦，这杆儿随时可以调整啊，这是，珍妮特里自己的杆儿。啊，这种杆儿非常的特别。嗯。 我也是，就可以调整这个，不用加后把了。嗯，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球杆。好，双方的分差只有一分了。好，那这样，时间到了。时间到，哎，所以呢，比赛的结果是流沙沙获胜了。嗯，就刚好今天。 又是打了九盘。